恩熙已经准备结婚，跟公公一起吃饭了。何宇已经要去不相干的人家里，你也要好好过啊。我爱的女人，我爸也能够喜欢，我好幸福。你能带走何宇的功劳在我们这边，你当然要补偿我们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也有个礼物，吴福爱怎么可能一来首尔就开餐厅？我觉得有古怪，就去调查了一下。我觉得那些钱是你爸爸的钱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给予幸福的人。